这首歌其实就是一开始是齐雯个人的创作，然后然后呢我们团都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所以就拿来写成团的歌曲。这首歌呢让我想起我的家人，是在写关于家庭，因为大家工作很忙碌，常在外面，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意思就是，如果你很久没有回家了，就是请时常相信你的家人们，然后回家陪伴一下他们。这首歌叫，是大宝取的名字哦， Home Sweet Home。来吧，My dear